我的工作呢，就是担任母亲不容易哦。可是想到我这个可能也可以除了成就我的家人之外，还可以成就自己。看，我想心里的安慰应该不少。那不过我想就是说，可以要到达这种境界，其实是经过很多的过程的。对，磨练，对，那个过程当中可能也包含了，就是在婚姻当中啊，我觉得就是，尤其是以央金来说，就是这个婚姻的一开始不是以恋爱为基础，是以修行为基础踏上的婚姻之路，所以在婚姻过程当中一定有非常大的磨合。那当就是央金在书里面有分享到，就是说婚姻中的烦恼其实是最好的禅修。就是最好的修行，就是这个跟我们一般人的观念，至少以我来讲，我可能会觉得啊，我跟先生有冲突了，有不愉快了，我就会开始怀疑他是就我们的感情是不是有问题，我们是不适合，就是反而会觉得说那我干脆就是婚姻或许不适合我来走修行之路好。可是对央金来说，他反而觉得婚姻中的烦恼是最好的一个修行的契机。那针对这个，是不是可以请央金也跟我们多分享一些？其实，大家知道婚姻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对我来说，我和我先生走在一起是更是很辛苦、很难。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俩的基础，就是当然，以为是修行就是很轻松，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两个人走到一起以后，又遇到很多的困难嘛，因为我们做的很多事业，核心事业就垮了以后，我的书里也有分享，我们两个人住在我的公公婆婆的家里，跟他生活在一起。当然爸爸妈妈嘛，是很慈悲的，就接受了我们。但这个我和我先生就是两个大人，主要是我们俩是成长背景、教育背景完全不同，来自不同的地方，两个人互相想什么都不一样，而且开玩笑，包括喜欢的电影、喜欢的音乐，喜欢吃什么，都是没有相同的，甚至要不要开空调，我们俩都不一样，喜欢一个喜欢开很冷，而我又不想开空调，就是。生活中的小小的这种各种都没有相同的，所以两个人放在一起，又加上外面的事业也没有了，那你们想想看多辛苦，那个两个人就互相都搞不懂，就辛苦的磨了很多很多年。这个很多年我们两个人现在非常觉得非常珍贵，非常珍惜。如果就各种烦恼都升起来了，如果没有那个烦恼痛苦，可能我们今天就没有那个力量。我在书里有很细的分享了很多次的那个碰撞之后，其实因为当然我们有学了方法，当然我就悟到了那个我们珍贵的找的如意珍宝的这种觉，发现你的烦恼和这个觉是可以分开的，烦恼是烦恼，你是你。这个有了以后，我和我先生就再也不怕烦了，就是两个人，当然摩擦还是会有，个性都不同，事情，永远就如意的事情永远比较少吧，倒霉的事情好像比较多，但是慢慢透过夫妻双方修以后，刚开始发现是对方的问题，慢慢发现其实不是，是透过对方，我就发现了是我自己的性格。包括自己的从小的一种观念、记忆等等等等都不一样，甚至我对对方的错觉的期望，并没有接受一个原本的自己，而是我心里期待一个人，老想改变对方，各种各样的这个过程都经历了，直到现在，我的书里又分享了，我接受了对方的全部，因为以前老觉得先生这里不对。那就不好，总像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总像心里有很多的挑剔。但这个发现是我自己对对方是一种期望，但这个我悟到以后，放下以后，就突然我心里做到以后，哎，他也改变了。所以这个是很难得的。所以夫妻之间其实有碰撞是修行最好的机会，因为其实。如果我们在
在公司或者在朋友中间，我们不大容易碰到那么多的烦恼。为什么呢？你不是一个很开放的，你对夫妻之间你是完全开放的，很容易引起让你的烦恼。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对方就是可以是让你借机练习，表面上对是对方可能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各种各样的不对了，对吧？甚至教育有孩子的时候，你们俩教育的观念也不对，和照顾家庭的多少各种烦恼都会出现。但是你静下来，你开始体验这个烦恼背后是不一样的感觉，它是有一层一层的。如果我们有这个方法，这个以后有缘的话，大家也可以在别的地方去学，或者是有缘在我们这里学都可以，就是找到这种烦恼背后的这个一个诀，找到以后你就不大怕烦恼了。再开始再慢慢观，你就知道这个烦恼其实就是一个能量一样，它是一种情绪，它自生自灭，起来了就没有了。再往深之后，你烦恼你还可以应用它，因为它有一层一层的。所以我们经历了这个好多个阶段吧，经历完了以后，现在我和我先生反而呢就越来越走进对方的世界，而好像对方都是一种一般结婚十几年以后，双方之间都是觉得没什么新鲜的了，对不对？但是我们是打开心灵之门，两个人都在进步，我在进步，他在进步，我们俩彼此好像进入自己的一种无限之门一样，所以就经常有新鲜感，就永远就不会觉得腻了烦了。这个是修行的菩提伴侣之间就有这样子的好处，以后越走越近。以前反而或者我们俩人在一起，但是离得好遥远，但现在不行，我们的因为愿心一样，我们修行的道路一样，所以就走得越来越近。你生活中的一些小毛病你就不 care 了，觉得不是很重要。所以这是我觉得夫妻之间修行的好处吧。对，就是看了书里面杨金的描述，那现在他们两个的这种在婚里面的关系就是仍然维持着那种恋人的那种感觉，实在是很让人心疼。